林静啊，啊，这两件卫生衣给恁哥哥。哦，好。阿妈，啊，要洗衫吼，安尼好啊。多谢阿妈。哎，稍等。啊，恁哥哥是送我维他命的，啊，你大概对啦吼，我拢送我一包三黄色，你真友好哦，你。阿妈，以后我食头路趁钱吼，会好好友好你啊。好啦，有心就好啦，钱欠欠。好啦，多谢阿妈。不思持戒，忍辱。啊，你是在念啥啦？我在想哦，什么是六度啦？啊！哎，你坐坐，我来讲给你听啦。哦，好啦。我今仔去花莲哦参观主祭啦，哦，啊法师哦甲阮开示哦，讲六波罗蜜啦，我著听无啊。我想讲，赶紧转来现这月刊看有写，哎，好佳哉有写嘞。啊，若无哦，我想讲这波罗蜜，敢是我去印尼食的波罗蜜啦？哎，真系让秀珠知影，会笑到腹肚疼。啊！你去参观迄组织，啊有好耍无？我唔是去耍诶，我是去了解。啊，当初时哦，组织起这间病院诶时阵，咱着捐一点仔钱，尽一点仔心意哦。啊，所以哦，我哦入去病院哦，望到迄壁诶时阵哦，我足感动诶呢。嗯，啊，当你嘛好啊，咱也捐无偌济啊。哦，啊，这甲捐济捐少也无关系啊。你想看卖啦？迄间病院哦，每一面壁内底刷啦，啊，甲涂骹搭个砖啊啦，拢有咱捐个钱伫内底，啊，表示咱嘛伫救人啊。哇，安尼讲嘛是有影啦。啊，你有看到迄位吼发大心起病个师傅无哈？啊，我徛伫门外吼，远远看，看无介清楚啦。哎呦，你奈无入去啦？啊，我着想讲，我早起无食素食。啊，我若行入去大殿哦，对师父甲菩萨不敬。哦，啊你嘛无闲规工忝啊啦，好困啊啦。好啦，你先去困啦，我阁要看一下月刊。啊，你慢慢看。啊对啊，秀珠哦，讲招咱来听演讲，你有要甲做伙来去无？啊，听啥演讲？啊，都主持证严法师啊，听伊讲哦，要来说演讲呢，我足想要来听。你听较有力气啦。嗯。啊！你伫厝诶，因为无代志做，缀我来听啦。好啦，我来睏咯，吼。